汐止区内有三座天桥，一直以来要拆还是不拆，都会做定期的检讨。在27号这一天，针对横跨新台五路综合运动场旁边秀峰人行路桥存废的问题，也开会听取了当地里长还有学校方面的意见。虽然说使用率不高，不过还是有人会走。遇到了大型的活动的时候，同学们也要求必须要走天桥，所以呢，大家还是倾向要维持现状，不拆除。这座紧邻综合运动场的大型天桥，横跨车流量大的新台五路与忠孝东路。不过每天走的人似乎不多，所以一直以来天桥存废问题，汐止区公所也定期做检讨。而对于秀峰路天桥拆不拆，里长们也表达意见，因为使用年限还没有到，再加上紧邻学校每次有大型活动时，学生都必须走天桥到运动场或是游泳馆，所以地方倾向维持现状。啊，假使要拆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以前这个花这个钱花那么多下去了，这个学生哦，主要是学生啊，我们那个我们秀峰国中高中那个学生那么多哦，假如有这个大聚会的话，真的人多的话是真的需要走这个天桥了。其实啊，这个天桥要拆来讲，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，因为拆跟不拆来讲，其实我都没有关系。辖区内有三座天桥，包括中心路的天桥，那这个秀峰高中前面的天桥，还有复兴里那边有一座天桥，那这些天桥都跨越中心路或者是新台五路。那这些三座桥梁呢，我们其实市府跟公所呢也会定期来检讨，那看看它的使用率跟这个安全性。根据了解，汐止区共有三座天桥，包括北丰国小前横跨中心路的天桥，另外一座是在新台五路水源路口的天桥，只是使用率不高，所以公所都会定期检讨。而27号针对秀峰天桥存废，也听听里长及学校的意见，会做后续养护或是改善的依据。那最主要是使用上的便利性跟使用上的安全性为主要考量，那这两个条件是列为最优先。那当然孩子在像秀峰高中孩子常常会经过这天桥使用，那去运动场的人也会使用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听听看这些相关的这些使用者的这个意见，来综合考量看未来是要持续维护呢，还是要拆除呢，还是要再做其他的改善。因为当天不论是学校里长并没有太大的意见，只是考量到还是有人走天桥，尤其是学生，所以倾向不拆维持现状。记者陈慧琳汐止采访报道。